位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全新节目《看THOU微电影》，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Gibson， 非常高兴能够与 Crossing TV 合作，正是因为有他们对我们騰傲，还有2013首届旧金山亚洲学生微电影节的支持，才会有今天这一个全新节目《看THOU微电影》，是一个关于微电影资讯的节目。2013首届旧金山亚洲学生微电影节是一个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文化教育创意研发中心指导，騰傲傳媒公司主办，及评比、展映及学术交流的跨国际活动。活动主要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推广微电影文化，征集微电影作品；第二是展映及评比微电影作品；最后是颁奖典礼。经过接近一年的努力，騰傲傳媒的员工们与世界各地的学校达成了合作和学术交流关系，使旧金山亚洲学生微电影节的影响范围到达北美洲、亚洲和欧洲。加上中美两地的主流媒体及社交平台的大力宣传，最终在第一届的微电影节便有接近500部的微电影作品参赛。在征集作品的同时，主办方騰傲傳媒在中美两地的大学举办作品展映会，向所有的观众展示参赛者们的创意、才华和技术，也推广了微电影的文化。大型企业为了对学生微电影创作表示支持，他们特意为在美举行的展映会提供了精美的礼品送给现场的观众，此举吸引了更广泛的民众前来参与展映，让单次展映会的入场人数超过200人。2013年6月8日，首届旧金山亚洲学生微电影节颁奖典礼顺利举行，入围的参赛选手从世界各地前来旧金山参加颁奖典礼，并角逐共21个大奖。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和各参赛团队在当天踏上红地毯，向现场的朋友展示他们最光彩的一面。最后颁奖典礼圆满成功，超过500人在现场一同见证了微电影节颁奖典礼的盛况，和一群年轻人为历史翻开新的一页。